凡汝得之不修，他之不干，论其不能数，不贤不能盖，光是我有呀。你一话无得烦恼啥物，所以咱真正，咱可能会晓安心。哦，即个未来咱爱安心。哦，想讲我应该着安怎行？哦，我这条路都会大大条，康壮大大。哦，康就是足健康，壮就是足大的这个大道路。所以，比如大家是起码拢有当转去，阿咱唔通唔转去。哦，所以咱一定要注意。哦，咱请大家来讲，今天走你一条路，哦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一组重阳会同光把它照耀。今天是哦，既然一条路，这条路搁有灯光照在咱眼照耀在咱眼前，有光在传灯去，哦，咱一定爱照安尼做啊。这种的就是孔子用修德、求学、仁义、改革等四项事来自勉勉励，啊，就家己勉励家己，啊，是哩。一般世俗人所忧虑的上眼者是功名利禄，你听无？世间所忧虑的，啊，头脑较好的是咧忧虑。伊个哦，犹如个光明甲伊移动啊！我今仔日两间楼仔厝，到下过加买一间无，明年看搁买一间无，搁过看搁买一间无啊！啊啊！下人食是富贵的话，较下家产个呢，地位较袂遐好个，是讲我看会当吼，较富贵、较烟花、较享受个，唯独控制超凡作息。唯独有干那空性人呢，超了凡间的一切，绝了世俗的一切。伊所忧虑的是修德、功德、私利、改革，因为这四素质是合主正德修德的准则。啊，你看，伊所忧虑的是修德，德之不修。得有咧修好，兄弟姊妹，你转去，你带啥物转去？你带啥物？咱也想看卖啊！所有财富咱带转去，你财生，若要先功立德，哦，以后开后代，咱的囝、咱的孙，都变成财产啦！啊，都咧成财产啦！无只个讲哦，即阮阿公村落个，即阮老爸村落个，真拢甲写好。我咧看阿侬笑啦，看恁只会有人问啦，我听讲唔笑啦，我听讲笑。唔过哦，我交人相反个事实，阮丈人陈前面伊相反个事实，阮丈人伊开空个，伊个所有财产，也未开空就拢写。阮老爸呢，到尾去身体都无好啦，哦，啊，拄咱从啥物事去呢？我喊老爸讲，多少多少，你出来之后起来甲伊笑，阮妈妈坐伫边啊，你去笑我都无人开了。你之前咧甲我讲，阮妈妈咧甲我讲的，我都叫老母啦。阮阿伟先咧甲我讲的，讲你先先来咧，我袂开啦。讲阿伟明白。你活的好生的，敢袂当让你吃？哦，你唔完了。哦，所以我就咧争，伊那有剩七八十万，一阵咧起不动，剩少一阵，我拢甲提写。啊，陈前面稳定啊，啊，这是要写，你要甲写。我讲，即款后壁我要写啊，我啷个写？我问后壁，我唔满意的啦，我贵我哪甲写？啊，来，甲阮老母啊。阮老母也是足好转去人，无法度。伊着半暝艰苦，哦，啊，阮小弟伊住伫阮小弟遐，我个草堆边，阮小弟啊，阮小弟呢，叫电话讲，话哎呀哎呀，阿婆呾在艰苦。我讲有影呢，伊安尼开门，开门，阿婆就过来看下。啊，我开，伊起来伫遐坐，啊，伫咧点光光啊。啊，伊伊着骂阮小弟啊，恁哎呀呀，呾困，你叫恁哎呀做咩？
讲我若在艰苦，伊讲你若无在艰苦，你真得困啊，停在后，还搁点倒，你就是在艰苦。啊，我交伊阿姊，啊，本来是想要等伊，都停到伊阿姊两晚了，本来想要等伊，啊，即摆又等起来，搁在扫，啊，扫过来，在扛我里头，我买过来，我等下开车载伊来医院，我那里医院那是第二年，我载伊来医院。养养住下，住住那等下，啊无这边拖着，食药袂得放，我创阿仔，我阿婆我阿公袂讲啊，伊拢昨天买，啊我阿仔，啊医生看讲讲，什么心血管阻塞啊，心脏血管阻塞啊，我做不一样嘞，这做不一样嘞，哦，哎就讲做一样，讲来交不够病房，讲来上个休假，啊我就说啊叫电话哦，林永泽啊。即个毛豆林的后生，伊迄阵在做院长，我阿公啊，伊讲唔通忙送你，啊你送你到小工无得工，伊半路飘了，哦，啊我怎啊，就迄医生就出来甲我讲，讲院长讲要改多少治疗，讲好，啊治未久，你把天咧光，就拢好好啊，啊甲迄阵八点外，怎啊点点啊？我点两开，伊拢无挨一个，无惨一个，拢点两开。啊，心脏血管塌掉嘞，都怎啊定？然后安怎？然后怎啊开？啊，嘛还会讲话嘞？哦，我唔讲，我小妹啦，无关系啊。啊，大家拢爱伫遐。我五兄弟，我四兄弟，从我老板娘嗰度走。四个兄弟啊，拢来伫遐。我小妹，哦，我小妹，伊讲阿太无快无人，我讲伊等于煮饭，我伊去人食嘛，俾人搭食。哦。啊，就从阿问这尔，啊，我安尼甲讲尔，同我电话通。我阿林永泽要上班咯，就赶紧到底去去看，哦，去急诊室看，看看外观。来，赶紧嘞！你找到病人定呀？赶紧嘞！来，救命！慢慢救，救我起来。啊，送去吼，去甲救去，有精神啊！有精神嘞，因内面就是讲即较特殊啦，无唔对。啊，无哎，安尼啦，即个就是，啊来出来讲，你若要看，就要看，真精神啊！啊，今日到一半尔，又搁再看，讲哦，搁听啦，哦，搁听，恁出外口，我来去，啊，就听就当听，有精神啊！啊，所以，伊了后，伊从安尼过世了，伊嘛是剩七八岁，啊，我就叫阮妹婿啊，我两个弟仔参详，我就来其他活动。也会啦，因就会讲要去六国寺，我讲好啊，我紧，哦，即袂紧啦，我好啦，我紧，我要安怎样，啊嘛是自己学了个，啊，所以咱来了解，真正了解人生无啥好啦，哦，啊有做到咱个，啊无做无咱个，哦，所以了解这个重要。